抗疫期间在家工作，通常一开始都充满热情与新鲜感，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每天工作与生活空间都在家里，休息时没有同事可以打屁几句，其实会渐渐觉得阿长。若是发现自己有这种镜头，其实你可以做这几件事，纾解烦闷的心情。首先，花点时间整理工作区域，减少杂物，让心情不阿长，工作效率事半功倍，事情再多都能使命必达。第二，可以到阳台透透气，或帮家里种植的花花草草浇点水，转换一下心情。第三，不妨帮工作区域换个气氛，铺上不同颜色的桌巾是最简单的方式。不论是素雅文青风、金戈颂土豪风，还是印度图腾风，通通都可以。还能做点清新的布置，摆上绿色植物，净化空气，改善风水，也是不错的做法。最后就是下班后不要待在工作区域，就算要用电脑查资料、追剧、玩游戏，也请在其他空间使用。在家工作有不同于办公室的限制与自由，期盼大家一条心，共同抗疫，让这波疫情风暴早日远离。看完这支影片，如果你喜欢，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给你的朋友圈，让更多人看到，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，订阅开启小铃铛，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更好影片的动力哦。